小妞挺漂亮的，可不是，是吧？哎，可别玩哥几个啊！哎呀，放心吧。那边耳机打起来了，我们要不要杀出去？不着急，再等等。喜春，行吧？你说那个卢玉飞会不会顶不住啊？那天酒我管了。那大小姐聪明得很，我都跟她说了，打不过呀就跑，用咱们的游击战术，她懂的。哦。南面射击！快射击！其他的就交给你们了。姐，你那枪法行吗？哎，什么叫行吗？一会儿啊，我就让你见识见识老娘的枪法。给我打！上去！奶奶饶命！奶奶饶命啊！我问你说，小李子在哪儿？我不认识什么小李子。李营长李昌鹏。郑队长抓的呀，在那个监狱里头。在牢里。快带我们去见他。我这好。走走走。在左边。等等，不要追了，回城，随他去吧。撤，走。走，继续清剿小鬼子。山本太君，山本太君，游击队已经打过来了，他们肯定是来救李昌鹏的。游击队，对，他们终于来了。是，武藤太君已经带兵杀过去了，用不用我也带一路兵马打过去？不，你留在城里。既然他们是来救李昌鹏，他们肯定会进城，对吗？山本太君，你说的有道理。小雷君，哎，你带着黄信军的一半兵力去防守监狱，另外一半去防空洞那里。如果游击队靠近的话，就开枪射击。去防空洞？不要周围，快去吧。是。终于来了。八戒，这女人是人是鬼？真是很奇怪。游击队太可恶了，我不会放过你们的。
游击队已经打过来了。杜九基，到，你带一队人马去防空洞。是，走。赵根，哎，你带着一队人马在家给我好好保护狗蛋。是，走。其余人跟我去监狱，出发。医生奶奶，李营长还就在前面，是郑队长抓的，不关我的事啊！你可以放了我吧？啊，放你？啊，跟田。是。哎，大牛和田鸡呢？王他们帮卢雨飞去了。好，走。游击队，你们跑不了了，给我抓活的。他们来了，你来了，兄弟们，许村镇长让我来救你们来了，干他娘的小日本。啊，兄弟们，给我杀！给我杀！三老爷子，你来了！好兄弟，干他娘的小日本，走走走！眼睛都给我放亮一点，今天晚上给我看好了。三大兄弟啊，你带几个人在这里守着。好，其他人跟我走，注意后边。快哈，一个都不能放过，快！开门！
喜春，我在这儿呢。小李子，你怎么样？你没事吧？喜春，我没事。喜春，我对不住你，我把狗蛋弄丢了。少说没用的，回头再找你算账。我先把你放出来，让开。不行，怎么开不了？什么锁呀？这是？喜春，这锁你是打不开的，赶紧走吧。不行，我一定要把你救出去。喜春怎么还不出来啊？喜春，鬼子听到枪声，他们会马上过来的，到时候你们谁也走不了。怕什么？大不了我跟他们拼了。你这个臭婆娘，你怎么不听人劝呢？这一回知道我郑小绿的厉害了吧？要告诉你，老子才是真英雄，真爷们儿。郑小绿，你就是个怂货，我们喜春来收拾你。好，你这是鬼样板牙，给我打！谁能把钻头打死我赏的十块大洋？兄弟们，别动！手榴弹！快跑！我一定要把你带出去。走，快把他带走！喜春。先听李兄弟的，快走啊！你给我闭嘴！快走啊！快走！鬼子快来了，快走啊！你看我偷了什么？钥匙，给我。快，走！小心点，快走。炸死他们！快！偷袭他！
开始！大家给我冲！兄弟们，追！是，追，快！